果你穿一个散滑杆嘛，反正是散滑杆的话，照就看见了。我还不一定有空来。确实啊，不对，没事不对。不是我，你摁一下就开始了，这不是个属于待机状态。哎，确实呢，已经开始了，这不正在拍摄。啊、嗯。两个点，三个点，稍微薄一点啊。量量宽度，切边切多少？这现在能做出来的，等客户来了再洗啊。对，累死我。900，1.5吧。它整体宽不了多少。